炒席得又垫。狗生病了，真可怜，一脸老泪的。来探店这间新的咖啡店，这里是后面的环境好舒适。来看他们的菜单，楼上的环境，这里是破夸克南的路边餐厅，本来想来这里吃东西，哪里知道结果就来这边找吃。就是这档看起来很好吃似的，下来你们还想看什么，在下面留言。